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 Kimi， 今天讲的是火车轰隆隆，火车轰隆隆，对，出发，出发，你打开，前进，前进。它叫圆圆公园，圆圆公园。好了，回回去，回去。要穿过隧道啦！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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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它这样转的，这个车车摩托车哎！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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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！好快，好快啊！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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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这边。嗯，还有三年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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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站啦！这叫尖尖山，这要怎么弄啊？哦，是拉的啦，这边。哦，这样就开门了，这样关起来，这样开门了。他们下车了，他们之前在车上，嗯，要回机场去休息的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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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天见。他们回去睡觉了，没了。好的，讲完了，讲完了，下期再见。